哎，大家好，那影片是 TG43UQ 在 A 线上的跟 G 线的差异，它 A 线上还是能够同步，在 PG43UQ 它把那个阵列背光跟 G 线的模组是拿掉的，然后才有办法有这么漂亮的 Jack。 那这边我就直接拍那个天命2，然后钢铁擂台，那右上角就是显示器帧数，你可以看到它在画面实力上，现在影片拍摄的是 LG Phone， 那个1920×1080，那60赫兹，啊，你可以仔细看那个自适应同步刷新的那个跟荧幕配合，完全没有撕裂感的体验。Iron Banner。Claim zone C.
secure。